也继联合国科学院曝光，创始人自封总统，发人事头衔已有高校认领。近日，一个号称联合国科学院的组织公布了其首批院士，入选者不乏国内顶尖高校知名学者。据悉，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各有二名联合国科学院院士，北大、交大、川大等26所双一流高校也都有一名学者当选。当 AI 科技评论用联合国的官方查询渠道，页面也显示查无此人。另一个让人惊讶的组织是千禧王国，有正规的国家代码 MK， 首都在新耶路撒冷，以圣经作为宪法。Blue Elven 是昂担任总统，国家货币是福音币。